梦想有声，声动亚洲，欢迎来到今年夏天最大的亚洲音乐舞台，这里是中国上海宝山体育中心。各位正在收看的是 CNL 声动亚洲亚洲区决选的第三站，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才女戴佩妮为我们带来这首你要的爱。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亚洲区小组战第三组首轮对抗，八位歌手通过黄舒骏、孙楠两位音乐领队的视听品鉴进入红白两队。分组视听品鉴现在开始。我本来是一直想说孙楠一定会抢，我现在一路上来老远来的印度朋友在我这一组都没有取得好成绩，希望在黄老师呢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更长远的路。So red team please. 孙楠这次肯定意气用事，如果再不出手，黄舒骏又出手了。灰 White Team Peace， 近拍已经进弱了，所以他的节奏没有跟上。我想我比孙楠严谨很多，他那个真假音的转换、力道的掌握是相当丰富的。那嘉轩请去红队。雨点依旧光亮着他，你却错过我的。我知道舒骏一直是晃点我，所以在他没唱之前我先按了，我按了以后一点都不后悔，听听观众的反应就知道了。白兔有请加入白队。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叫人无助的深刻，点亮一盏灯温暖我无悔青春。他们一出场唱了，突然觉得这组音响变得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我很满意了。我相信这事舒骏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手这么慢，因为我在等他们。舒骏你后悔吗？是有一点。来有请两位白队。不是我挑他，是他挑我。今天的服装就已经很清楚，他就是想到我这边来。对 Red Team Please。Give me one reason to stay here.
back around. Give me one little step, and I turn back around. You said I'm so lonely, you lonely. You gotta make me check my mind. 一般今天出场经验之后呢，我忘了按灯了，差一点。我是没资格按了，不然我早就按了。还我提醒你了，郭一凡，来排队。红白两队分组完毕，红队古林洋卡和鲍文组合，马嘉轩 Ten， 白队辉 By Two 超美组合郭一凡，两军对阵，一触即发。强有声，生动亚洲。各位正在收看的是 CNN 生动亚洲亚洲区决选的第三站。这个星期，更多的国际唱将，更激烈的音乐交锋，即将在这个舞台上演。他们是来自韩国的情歌圣手辉。내가이무대를서는순간제가주인공입니다。来自马来西亚的星光才女马嘉轩。给这个舞台带来新鲜的感觉。来自新加坡的双生妹妹白兔组合。给大家双倍的精彩。来自印度的恒河双星。古林洋卡和鲍文组合，我们不是故事的。来自中国的 Super Ladies 超美组合，期待和不同的声音碰撞。来自泰国的灵魂歌者 Ten， 두크랑이전플랭스예두커언제잠신다。来自中国的阳光硬汉郭一凡，这个舞台我已经期待太久。谁能拿到最后的决赛入场券？深度亚洲，亚洲争霸战第三战现在开始。在这里首先要谢谢绽放你的美 CNN 专业美容对于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也要谢谢步步高 Viva 智能手机对我们的特别支持。那现在红白两队分组完成，两两捉对厮杀正式开始。孙楠老师，请你派出第一位歌手。我要派出我们的双胞胎姐妹 By Two。 By Two 有请。说实话，他们两个走过来，我一直在努力分辨一件事情，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姐姐，哦，这位是姐姐，这是妹妹哈。舒俊老师，你会选择你阵营当中哪一位歌手来对阵？我选来自印度的 Priyanka 跟 Bowen。 Priyanka Bowen please。好了，现在第一阵马上就要开始了。 OKTonight, your first song is? It's a Hindi song from a Bollywood movie called Subha Hone Nade. Okay, please. Hi, I'm Bhavin. I'm Priyanka. Ni hao, Shanghai. Ni hao, China. We are here to rock you and we're going to love you. And you're going to love us. We've been friends for almost 5 years. We've been performing for almost 5 years as well. We are singers in Bollywood. We sing a lot of film songs for different movie stars. It's a big challenge and we came here because we're singing in Hindi, so and Hindi is something that I don't think China would understand, but we're singing good songs, good music, so I'm sure you'll enjoy it. We're here to entertain you. So it's a big challenge for us. 我爱你 Shanghai. Ni hao, Shanghai. 感谢陈海生姐。
ਮੈਨੂੰ ਤੂੰ ਹੌਟ ਲੱਗਦੀ ਲੱਖਾਂ ਦਾ ਨੋਟ ਲੱਗਦੀ ਮੌਕਾ ਮਿਲਾ ਹੈ ਅਭੀ ਹੋਗਾ ਨਾ ਫਿਰ ਯੇ ਕਭੀ ਸਾਨੂੰ ਤੂੰ ਟੱਚ ਕਰ ਲੈ ਮਲਕਾ ਤੂੰ ਮੱਚ ਕਰ ਲੈ Thank you.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组合，叫做 By Two。我是姐姐 Miko， 我是妹妹 Yumi。那这一次呢，我们代表新加坡来生动亚洲比赛，那其实心情呢是非常的雀跃，但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小紧张。我们很爱就是挑战自己的极限，所以像说就是在这一次呢，我们能够就是到另一个境界，不仅在跳舞这一方面认识 By Two。而是唱歌。第一轮的对话已经结束，两组我都很喜欢。对，我也很喜欢。蛮大的分别，有一组印度的那。我先说，姐妹他们两个你很有默契，但是为什么没有把后面那个高潮的地方带出来呢？因为就是我们学习时间有限，就是还是打安全牌比较好。就还真的很坦白，就坦白有加分。还有另外就是这个 Priyanka and Robin。哦，很开心。对呀，看了他们就会笑，让我们眼前一亮。
今天在氛围上，我完全就是被包文跟 Priyanka 吸引住，我就感觉这样好像就看了一部宝莱坞电影的跳舞，对，所以那个气氛跟氛围他们掌握得很好，但是两组都唱得很棒，所以就是在情感的氛围上他们拿捏就更胜一筹的。是进入到亚洲区的比赛，宇哥是第一次坐在老师的这个可以评判的位置上，所以我又看到了很熟悉的动作，一边听一边在那里记账。记账是我的习惯，记忆力不太好。其实我先报告一下现在的战况好了，因为我刚才有特别求证过，林海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像右边这个印度来的朋友，他们是不是这次比赛里面印度最后的希望了？ Yes， 没有错哈，翻译给他们听。好，他们有同传、哦、有同传，他们知道。OK， 好，那新加坡也是新加坡最后的希望，也是新加坡最后的希望。哎呀，翻译给他们听，然后你们听得懂吗？对不起。OK， 其实呢，我觉得白兔今天哦稍微紧张了一点，真的。但是其实你们两个的歌声都非常好，而且在和声上面其实是非常和谐的。这个和谐其实可以感觉出来，哎呦，双胞胎就是不一样。但是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孙楠就问我说：“他们两个是不是很紧张？他们怎么都不笑？你怎么很紧张吗？还是怎么样？”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因为姐姐的状况没有很好，所以我有点担心她，就是发烧很多天了。哦、发烧很多天了，这样好，这段不算啊。就要 hold 住全场，全力以赴。那其实就像 Penny 讲的啊，宝莱坞来的这个朋友，印度来的这个朋友，哦，你们其实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因为我们每次在看这个印度的电影的时候啊，都最后哎熟悉的节奏就出来了，忍不住就跟着你们一起欢乐起来。你们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同的飨宴，谢谢你们。好了，那三位老师已经点评完毕了哈，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投票环节。红灯代表来自印度的这一对组合，白灯代表 By Two。我们先从左邻右里开始。Priyanka Pollan 一票 ，Penny， 你是想让宇哥先投对不对？没有啊、，OK， 三、二、一，恭喜 Priyanka and Pollan 进入到下一轮 ，Congratulations。We feel great. Once we started singing, we got the confidence because the audience is so nice. They were yes, supporting us. Yes. We're really glad that the judges also liked our performance. Yes. So the girls from Singapore were very good, but I don't know. We wish all the best, you know, all the luck from our side to them. We're going to rock China. 朱俊，你应该现在很放松的，可以来选第二组歌手了。首先，非常感谢孙楠把印度的歌手让给我们。印度歌手离开了孙楠，果然就赢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很后悔，因为他们一出来之后，那个就是我久违的印度人那种。对呀、啊，那个乌哒啦啦啦嘟嘟，就那种感觉。对，是有了。但是可惜我等了两个星期呀、啊，最后一次手慢了一点，就让舒俊钻了空。恭喜舒俊。好，谢谢。不过孙楠真的不要急着后悔，因为接下来你还要继续后悔啊！接下来推出的是马嘉轩，来自于马来西亚，马嘉轩。孙楠老师，我们就选帅哥吧，来自韩国的魏。喂 ，please。我们先要来听听看马嘉轩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有请。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嘉轩，来自马来西亚。我是一个铁肺歌后，因为我的肺活量特别的大。之前呢，其实有到过很多很多国家表演，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个声动亚洲，让更多人呢可以认识嘉轩，还有听到嘉轩的歌声。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欣赏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谢谢嘉轩。那接下来呢，会今天晚上会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제가부를노래는너와결혼할사람이라는노래입니다물론가사의내용이잘전달은안되겠지만그감정은느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방송을시청하고계신시청자여러분반갑습니다가수힘입니다한국가요에서2007년도에데뷔를해서지금까지계속활동을하고있고요사실제포인트라는부분에대해서많이고민을했었습니다네한국에서도이상하게저는여성팬들보다남성팬들이많습니다네그이유가뭔가하니제목소리나그목소리에서나오는감정들그감정들이여성들보다는왠지남성들이더공감을해주는것같습니다하지만기왕이렇게나오게된거또우승하고돌아가겠습니다화이팅너와 결혼할 사람 나였어야 했는데
있어서 어떻게 널 잊고 살아 가슴에 묻은 채로 나 이렇게 살게 너의 추억 속에 校长，韩国的朋友，你好。其实我不晓得他在唱什么的，但是他的声音、他的感情，都很能带动，让我们投入他的唱歌的里面。谢谢啊。嘉轩，这个遗憾的有一点，这个歌要是能够驾驭、掌控的好，一定得到很高的分数。但是有一些部分没有很流畅，身体的语言没有带出来。刚才校长讲的这个语言的关系，其实因为听不懂，所以搞不好更占优势。我说实在的，因为我是只小小鸟，我们大概听了有6000多次了吧，所以马嘉轩会在这方面会有很多的吃亏。我告诉你，在舞台上表演跟在录音室里面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把速度稍微慢一格或慢两格，你会比较容易做你的 performance。另外第二点就是太高，那个高的那个部分，你把嘴巴的音型你是开在啊太高，这个是你要去注意的问题。那像这个韩国歌手，我觉得我们不用听得懂他在唱什么歌词，因为他的表情、他的整个的情绪的投入，其实就让我很清楚的表达那个意思出来。谢谢啊。韩国来的朋友，我接触音乐我还蛮排斥哭腔这件事情，直到我接触了韩国音乐之后，我才觉得说哭腔其实是一种内心嘶喊的很重要的一个成分，他那个层次让我觉得说他是在说一个他内心很挣扎的故事，所以很棒。来，红灯代表嘉轩，白灯代表会，先从宇哥开始。来自韩国的会议票 Penny， 好 OK， 恭喜会顺利进入到了第二轮。사실중화권쪽에서무대를갖는건처음이거든요중화권여러분들께처음으로노래를하는건데생각보다많은환호와또많은관심을가져주셔서너무나기분이좋게노래했습니다계속해서관심가져주시고사랑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好了，我们接下来是今天晚上的第三轮的对战。舒俊，刚才你有点说大话哦。真能祝福你，希望你继续努力。好吧，你就勇敢的说吧。告诉各位，三位老师在做评判的时候，孙楠一直冲那边在比划。请不要把我们的秘密说出来，好不好？其实你这一轮选完，下一轮的对战的形式也就已经决定了。对，我们这一轮出的是超级美女美声组合，准备对他们的非人类组合。你怎么知道人家要出他？啊，没有我们就要挑战吗？你怎么知道舒俊一定会派？你先确认你派谁？我当然派美女组合了。Super Lady， 来，欢迎。舒俊，这个很关键哦。我觉得孙楠刚刚那个提议真的很不错，很有创意，但我不接受。我们怎么可以派5个男生去对付2个女生呢？那你派五个，绝对不是我的风格。所以我要派出这个，他的实力超强，一个肯定可以对付2个。Ten， 来自泰国的 Ten， 有请。一对刚刚成军的女子组合啊，我想问一下，两个人有没有设定过目标？
我们前面在采访的时候也说，我们今天就好像刚刚恋爱两个星期的小情侣要见家长了，所以就我们希望交好看的答卷，只是这样子。依然不改酱油女王的本色，就反正每一次都是认真的打酱油就好了。好了，来听听看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曲 Tell Him， Barbra Streisand 和 Celine Dion 的那首 Tell Him， 挑战经典女子的一对对唱哈，有请。老师们就好像父母一样，就是老师们把我们组在一起嘛，对，就是我愿意，我愿意就在一起了。你们两个就不要比了嘛，你们两个就合组一对好了。这种是专业的配，你们不能自己随便乱配，知道吗？要经过父母同意的。你们两个愿不愿意？如果愿意，你们两个一起大声说，我愿意。我们两个合作下来，我感觉我们两个的风格上的东西其实都是很和谐的，就是身高不太和谐，有时候我要垫个小木箱什么的，就像谈恋爱一样，既然已经在一起 了，为什么要言辩对方的好与不好呢？这一场就好像给大家交一个，哎，我们在一起会怎么样的一个答卷？希望今天晚上的歌都能顺顺利利，然后不要有什么破音啊，不要有忘走音啊，不要有那种很大的 bug 啊，我们就觉得很好。ชื่อเต้นนรารักมา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ะคะเต้นได้เคยประกวด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ะคะชื่อเวที My Idol เต้นเนี่ยได้แชมป์สุดยอด My Idol ด้วยค่ะ
มาประกวด Asia Wave เนี่ยทำให้ประชาชนชาวจีนกรรมการชาวจีนประทับใจยังไงคะที่เราเป็นคนไทยเนี่ยตึงคิดว่าก็บอดี้เต้นไงคะใหญ่ทั้งตัวแต่ที่ใหญ่ที่สุดคือความตั้งใจเย้รู้ว่าคงบ่อยบ่อยจนเกินเข้าใจ杜俊，如果你在中间，你会纠结吗？肯定会的。我觉得今天 Pan 唱的那个音域啊，其实是很像于超颖自己擅长的那个音域。我刚刚甚至有一点闭上眼睛听的时候，我想象是于超颖唱的话，还蛮接近的。Pan 他等于是说他一个人，然后用他自己最适当的一个音域对付两个人。我一定要站起来支持我们队上的人。对。超美组合，当然他们两个实力超强，不，两个实力超强的人有一个问题是说组合后就会追高。你可以想象哦，让张宇跟孙楠两个人一起唱歌，肯定越唱越高，然后谁也不服谁。这个张宇会说他怎么可能比我高，孙楠说那他怎么可能比我高，两个人就会在高音处做很高度的竞争，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想象。但是他真的比我高，在唱高音的部分，声音和身材高一点。其实两两相加，你们的武器就是追高，那不追高要干嘛呢？你们要分清楚一个东西，就是力道跟音量是两件事。我们不需要听到一个很大的音量，但是它是没有力道的。你们两个的力道都很足，何况你们两个还加起来，如果一起飙的时候，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听觉上面的一些不太舒服。我其实突然有点觉得把你们两个组合起来不太好。是不是 Lady 他们两个加起来这个声音到后段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爆炸，这个将来要注意一下。我是第一次看 Super Lady 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他们其实非常花心思。说实在，我感觉到了一个就是女女之间的一种互相勉励的力量。
跟我说他只有两个星期的话，两个星期，我有点不太相信。这个超影的部分，我要特别嘉奖一下，就是他蹲下来也能够唱歌。其实蹲下来唱歌并不是太容易的事情。超影唱歌非常非常稳定，很准很准，所有的东西都很准。这给我的感觉，他比之前的投入多了。第一次的组合来讲，我觉得非常不错。Ten， 如果分数是从一到十的话，他就会拿到这个分数。红灯代表 Ten， 白灯代表 Super Lady。先从中间开始。你们两位谁想先摁？好，佩妮要先摁，对不对？好，三、二、一。打平，宇哥。我对我来说，你们唱的都很好，都是95分。好，他听得懂，他有听到哈。所以你们两个，我都想按，但是没办法，那我就会就哪一个的难度比较高。我个人认为，是的。OK， 超影郭美姿顺利进入第二轮，恭喜你们。就好像老师们说的，就两个人的都太用力，两个人的力量好像有点爆。你预料中的还是好？我看到你在台上脸在抽筋，在抖，抖，就紧张嘛。对的对的，我想说不要抖，不要抖，脸在抽筋。今天我们超美组合首战告捷，下一场我们要继续加油。张宇老师，刚刚你在投票之前，我不敢讲这句话，这也是泰国队最后的希望。但是你还没有出局啊！是，以他的实力，我觉得要进去好像不太难呢。OK， 等 T 连 on。好的，先休息一下。Thank you。第一轮，最后一战，郭一凡，有请。紧张吗？还行。孙楠老师有什么要特别叮嘱一下？其实有的时候人数众多并不是代表实力，所以一凡，我们从那么艰苦的环境走到现在，我相信你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相信自己啊，尽情的发挥，一人守关，万夫莫开，加油！好，什么曲目？今天唱一首《Give Me One Reason》。进入亚洲区，在这么多高手面前，你一定得拼，你不拼，结果就是回去了。可能会有一些不同风格的东西出来，希望在亚洲范围内的这么多的优秀的选手和评委面前，有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而不是只是一个只会唱歌的。Give me one way to stay here.
circle back around. Give me a real estate, yeah, and I'm circle back around. Said I'm so wanna leave you lonely. You gotta make me change my mind. Baby, I got your mind now. You know I got your mind. You know what I told you. I told you many times. You can call me baby. You can call me anytime. You got to call me. Give me a real estate, yeah, and I'll turn it back around. Give me a real estate, yeah, and I'll turn it back around. Said I'm so gonna leave you lonely. You gotta make me change my mind. Go fake, go fake, go fake, fake. Baby, just give me one reason. Baby, just give me one reason why. Baby, just give me one reason. Baby, just give me one reason why. But I'll tell someone to hold me. And I know what to say.校长，客气。一凡，我相信你要谢谢你那个拉小提琴那个。对。他让你的歌生动很多，而且他出来的时候，那两个的配的也是很好。我觉得这是我最不晓得怎么样去按的一次。我想还要多想一下。宇哥，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弄，因为其实，就一凡来说。你今天让我非常的惊讶，我觉得你唱英文歌曲很棒，超出我能够想象的范围，所以我们先暂停好了，我们就直接跳下一集好了。我们不要按了，你放心，我一定不让你第一个按，我也不要最后一个。好，白灯代表郭一凡，我第一个按。确定你要第一个按吗？我确定我第一个按。三二一，还有两组老师，谁想按？还是留给那个德高望重的人物去按。他很 enjoy 他自己的歌，他真的在歌里面，当前一首可能人的配置比较多或比较嘈杂的时候，我反而会被很安静的东西吸引。恭喜郭一凡进入下一轮。今天
鸿飞老师的小提琴在旁边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当然现在的心情我很开心吧，因为第一轮也算是过了，所以好好准备下一轮的歌吧。下一轮的歌一定要好好唱，实在不行再唱第三首吧。啊，现在我要把刚才到后面去休息的三组歌手再度请上台来，欢迎来自泰国的 Ken， 来自马来西亚的马嘉轩和来自于新加坡的 By Two。 按照我们的比赛的规则，五组老师请商议一下哪组可以进入下一轮。两个名字，这两组上，看看你们进行吧，就这样，一姐进行。全不一样，兄弟。六位老师现在已经商量有了一个结果，我们要请潘校长来特别宣布一下，到底由哪组歌手可以率先进入到明天的比赛。我们结果是全数通过的是10 10。现在在我身边还剩下两组歌手，一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组是来自于新加坡的。接下来每人清唱30秒，然后由老师选择有一组进入到明天的比赛。按照刚才的出场顺序，应该 by two 先唱。这次是清唱，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其实你的歌声可以听得一清二楚，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豁出去了吧。等着等着，我想你想得彻底，就让我痛着喊着用力哭泣，我还是一样的爱着你，不管多少人劝我放弃，有时候我会很气，回忆这是你可以给我的勇气，我还是一样的爱着你，等待幸福更不需要怀疑，我知道我可以一直这样爱你。好，张浩请准备。这一次比赛可能自己的心态多多少少会稍微一点比较紧张吧，希望自己会更加加油。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谢谢张浩，刚刚那首歌大家很熟啊，今年爆红的一首歌《我的歌声里》。各位老师告诉我一个结果。我投给马嘉轩。嘉轩一票。裴妮，我投给 by two。 by two 一票。校长客气。by two。 by two 两票。余哥，其实经过这30秒，你们在我心目中没有加分也没有扣分，还是维持原来的印象，我都 by two。 三位都是给到 by two， 所以进入明晚比赛的是 by two， 有请。
下一集了。出道四年，把所有的我学过的东西都把它放在舞台上，发烧就发到底吧。来，Two， 加油，加油！今晚的这一站呢，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明天晚上，刚才进入第二轮的歌手又将展开激烈的厮杀，他们要争夺的是最后四张进入思妍丽生动亚洲亚洲区总决选的门票。在这里，多多谢谢绽放你的美思妍丽专业美容对于本节目的冠名播出。观众朋友们，请登录新浪微博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百度新闻搜索“生动亚洲”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到百度音乐来收听节目的现场的选手们的 live 的录音。更多节目花絮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视频网站搜狐视频，首席新媒体合作伙伴百视通节目专区，以及台网融合战略合作伙伴风趣网。更多节目的选手的资讯呢，可以关注土豆网的生动亚洲专区，以及 PPTV 腾讯视频乐视网大咖移动客户端 Tom 网留声机客户端来收看节目的视频。同时也欢迎各位登录搜狗音乐电台来收听节目的音频内容。在这里要多多谢谢动感101的全力支持，上海移动用户可以发送生动亚洲到10086，全国用户发送生动亚洲到10658080，或者登录 Viva 畅读即可阅读生动亚洲手机杂志。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